们介绍我们劳苦功高的我们的干部们。各位看到这样子的场面，其实我们前面运作的包括请老师跟老师沟通，还有前面整个非常非常的辛苦哈。那我们就是希望带给各位最美好的学习的感觉跟氛围。好，现在首先介绍我们的理事长吴新慧理事长。好，介绍我们的资深会长，我们的黄丽珍会长。我们的现任会长陈文慧会长。我们的执行秘书吕淑敏老师。那以下呢，再介绍我们的财务监事，吴秀华老师，对不起，这边。我们的理事陈慈慧老师。我们的理事曾淑玲老师。我们的理事汪文敏老师，我们的理事张碧昭老师，还有我们的理事杨贤文老师。那我们的一个最劳苦功高老师，现在还是去外面在采购，待会儿再介绍。那我们先来看大合照吗？是不用，要先大合照。